日，乔艺术中心首席签约画家于承松大写作品《我们一起走过强大祖国》《我生命的保护神》九十年九十肖像全球巡礼活动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在北京 JBD 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隆重举行。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的后代、著名全国劳动模范石川祥的后代等出席活动。于承松大写作品是迄今历史上首次最全面、规模最大的，以画卷形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砥砺九十载的代表人物。作品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气势磅礴，振奋人心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巨制。辉煌画卷，让我们可以站起来，去走到画作前，去仔细欣赏他的画作。